介绍我的朋友张贝克嘛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跟张贝克夫人有关系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你我永远是最好的》，因为22岁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失恋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写这首歌，你我永远是最好的，谢谢给张贝克夫妇。而且面包是阿姨自己做的，他送我三线小狗的毛巾，就是超棒的。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笑话，就是跟拍戏的少年有关的笑话。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发明过这个笑话，不知道有没有重复。就是我觉得拍戏的少年可以代言拍 Kobe 的洗发精，因为是拍戏的少年。谢谢。